示威者不用暴力的話，警察亦根本不會使用任何武力。警方呼籲市民繼續拒絕暴力，以和平理性的手法表達訴求，顧及他人的自由和權利。香港是很需要恢復秩序，希望大家都真的可以停一停，想一想如何可以將香港、將社會回復正常。就是警察公共關係科高級警司江永祥先生，而在謝 Sir 的左手邊，那就是任何人利用任何的武器等等，或者用其他方式故意在機場裏面作出任何暴力行為，而導致或者相當可能導致死亡或者嚴重的人身受傷，或者是危害機場的安全運作，或者在機場內的人的安全呢，這個是刑事罪行來的，最高是可被判終身監禁。Police station, he has been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